阿难，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思弘誓愿已，助真实慧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，于无量劫积直德行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寂静行，远离虚妄，依真谛门执众德本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专求白法，慧力群生，志愿无倦，忍力成就，与诸有情常怀慈忍，和言爱语，劝喻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谄取之心，庄严重行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，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，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，恒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六度之行，教化安利众生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。犹成如是诸善根故，所生之处，无量宝藏自然发应。或为长者居士，豪姓尊贵；或为刹利国王，转轮圣地；或为六欲天主，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。如是功德，说不能尽。身口常出无量妙香，犹如旃檀、优波罗花，其香普熏无量世界。随所生处，色相端严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悉皆具足。手中常出无尽之宝、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利乐有情。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